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。一个事儿，我儿子海娃，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有啊。说那个，说的挺好的，长得还高，哎，对对对，说越长越像你。真的？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你一定要替我谢谢人家。快化妆吧啊！一会儿演出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哎，快去吧。凤萍姐啊，这里有些钱，你替我给那个人家，谢谢他们帮我照顾海娃。对了，我还有个礼物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。你卖海娃的时候，你拿小电当姐妹了？闭嘴！你们说什么？你跟我说什么？海娃怎么了？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！你刚才说海娃怎么了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你不说，我就撞死！小弟，海娃死了，海娃死了！对不起，不可能。海娃不可能死，
海娃死了吗？海娃不可能死。我把海娃害死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，我要知道他会死，我一定不会卖了他的小爹。赶紧准备，客人都等急了，别给我出什么乱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唱了。我们要唱，这是我们的命，哭着也要唱。有请我们的丽花皇后组合为大家献歌一曲。纷乱人世间，除了你，一切繁华都是背影。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，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name。有钱有身材，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，我拿300亿出来跟你玩，你当我是空气啊？一、二、三，我在呢，我在呢，我在呢。如果你不想做别人的公主，那你就做自己的女王。太棒了，太牛了！说完了，看完了，把我先说。你听别人描述问题的时候，说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主观意识。对，就这种打断别人和你认为一定是对了的这个感觉，至少在我的感觉里会很强，就要强加给别人这种意思。对对，我觉得小雨这个人因为他的过度强势，他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观点。欠他们欠呗，分配完了，录完赶紧去拍音乐了。欠了20年都不要紧。听点歌，这一趴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你们是选择性针对是不是啊？刚你中午怎么跟你讲的？要把戏让给对手。不接受别人的反驳，打断别人的发言，他认为对的，他就是对的。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。对，脾气特别不好。有的一些时候你很生气。是的。那你一定是在……我在忍。忍。不过我觉得你是爱生气，就可以不生气的时候，你还是有点……我这个生气不是说我要发脾气，我是有点看不惯。我是个强烈需要沟通和交流的人。我最讨厌的方式，最能激怒我的一种方式，不交流，是冷战。我同意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比如说厕所的问题，我就很想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真的憋呀，我们都帮你上厕所了，刚才有没有机会可以中间去个洗手间？我们现在一会儿前面有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？你们出发前都没有去洗手间吗？没有，没来得及，因为我们那边乱七八糟，一塌糊涂。然后5点半就起床了，我7点钟在楼上吃早餐，因为他们告诉我7点半出发。我们都躺着，你应该7点钟就在下面集合。后来当我下去的时候，我看到所有人都在那的时候，我特别焦。所以导游我就想跟他解释，之后他也没理我。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你的误会就觉得张敏熙肯定耍大牌吧。
我不想让你知道是这个情况，但是我又没有场合或者方式方法，你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。来自于同性的排挤，是在我大概不到9岁的时候，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小狐狸精，因为小时候长得好看。第一次就觉得，就在女性的这个社会层面中，长得好看的女生有点不太受欢迎，所以对自己的美貌和有些特殊的优点，其实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缺点，所以一不太敢释放自己，就是女性之间童年就特别不好的一个记忆。你9岁就会有这种觉悟吗？因为他们就是会非常明显的排挤。等不行，我真的坐着憋得慌，太小了，这车太差了，我们要1个小时坐这个车啊，这个行程安排的车租得太差了，太低配了，哎，这考水平的差太远了，这不行，这真不行。你看，你吃饱饭还是吃饱饭？是听天由命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此外，我看到的是你的霸道和挑剔，是一个前半生有过成就，拥有阅历的骨气和骄傲。你说我是个不自信的人，你说的没有错。我想淌过梦想这条河，却连石头都没有踩到过一粒。我不是自负，自负是我的保护伞。我希望在我们的朋友关系里，给我一次原谅，毕竟我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。还是喜欢你的那句话，我美是我美，你们是你们，独立的人格总受人尊敬。否否，2019年6月2号巴哈。世界上能找到一个理解彼此的人很难得。你当时怎么想的？我人生终于可以跟素人一起旅游了。你知道，生活中很多事情你们可能体验不到，有很多东西的快乐你们觉得随手可以就拿来，对我们来说好难啊。明白。你想很直白的表达自己，你想很简单的生活，你想就是和你最喜欢的人简简单单牵手走在大马路上，然后也被别人说成1234567。我一直在反抗这个圈子里面很多很多东西，我觉得那都不重要。我一直这样坚守自己的这个防线，我也受到了很多的伤害，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不对的，我还是很叛逆，我还是在做自己，我还是义无反顾，就是那么勇往直前。好吧，那就按照老规矩办。伸手，师父，我要的是他的手。我来。师父，跟我的吧。我来，师父。师父，放他一条生路吧，求求你了，我跟着你。小兔崽子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长能耐了是不是？敢跟我动手了是不是？师父，莫放！阿父，我立刻赶你回门。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你举报的。阿父，小兔崽子你！阿父，你开门！你开门啊！你干啥去？快点，能自己住。
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。别哭了，你干嘛？这假的，你怎么还哭成这样？非常精彩。哎，秦昊，说一句稍微不恭维的话，我觉得伊能静演得太好了，我被她吸引的更多。谢谢李老师。而且伊能静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荧光幕上，她一笑大伙就想跟着笑，她一哭的感觉大伙想跟着她哭。谢谢李老师。可能是天生的。这其实我这几年都在家带小孩，大概有十多年没演戏了，所以就是我先生刚叫我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是疯了。其实我已经忘记演戏很久了，对啊，也没有想过要再表演，但是他就是一直跟我说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啊。其实我刚演完的时候，一下子真的有回到那个时候，好想当演员，就是还是真的很过瘾。所以我蛮谢谢我老公，我没想到十几年没上，就是没表演，第一次是我先生带我来表演的，蛮高兴的，谢谢老公。就今天我觉得静姐的这个演戏完全盖过了浩哥的这个，对，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俩在演那个求婚的时候，就是静姐的眼睛里是有羞涩的，就她非常的甜内心，然后包括最后演完之后，浩哥把她一搂说：“哎呀，都是假的，你怎么这么难受？”这假的，你怎么还哭成这样？这太甜了，然后感觉结婚这么多年还能有这么有化学反应，真的让我很羡慕。所以浩哥为什么会想到要请静姐来帮你助演？他那天拿完剧本说这挺适合你的，我说什么？他说这个角色，我说你开玩笑吗？人家刘若英演的都快入围最佳女主角了，你叫我来演，你不让我死吗？然后他说你可以。因为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了，我知道他内心里面最想的是什么。我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就说其实男人在外面挣钱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因为你让女人出去挣也一样能挣。我们两个同样是演员，他把出去拍戏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留给了我，然后他要在家里面带小孩，所以我说我能答应他能给他做的就是完成他心里面的小小的梦想，或者尽量能够帮他完成他的没完成的一些遗憾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所在。那人家说是我的生命，我这一生，他不是，孩子才是我生命，就他讲的是真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的一生也比较顺利吧，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说，我们说演技上这种方面的质疑啊，或者类似这样，一直还是蛮被认同的。他属于不是的，我觉得他的不顺是他对于他审美的过度坚持，所以你们看起来好像他没有被质疑过，是因为他已经先质疑了所有的事情。其实以他那时候很多很棒的戏找过他，比如像《步步惊心》啊，《中国合伙人》，当时因为都错过了。怎么会想到这一期来呢？就不会说是之前就心很痒就很想来参加吗？我是特别不想来，因为第一个我就太久没演戏了，我已经不觉得我是演员。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神经病，我要去干嘛？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把我拉到旁边了，说：“我知道你还是很喜欢表演的，你每次跟我聊剧本的时候，你从床上爬起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角色怎么怎么。”他说：“老婆，你还是可以当一个很棒的女演员的，不用为这个家把这个梦给隐藏起来。”对，然后我当时这样，然后我回去面对我自己的时候，我真的。我心里有这样一个
梦想。